谢谢，谢谢主席。那么，请下苏院长吗？请苏院长。院长你好，吴议员你好。咱即个即个疫情哦，老实讲，咱台湾是做了袂歹啦，哦，所以大家大概都有一个共识了哦，大概都是顺时钟来哦，可能拢较好势啦，不要逆时钟了哦。咱那劳动部长哦，差一说逆时钟，尾仔伊改口咧，哦，讲迄个外劳的代志啊。伊本来就逆时钟，啊，不然嘛讲顺时钟了。所以即马，咱就知讲顺时钟会顺啦，吼、哦。这个时钟部长是做了袂歹啦，外界给他的封号啦，好，你知影一个，外界就是讲叫做阿信部长，阿信你知啦吼、哦，阿信部长就足拍拼、足认真的啦，吼、哦，这个东西是值得肯定的吼、哦。感谢委员，感恩肯定，啊。陈部长开始做引进了啊！其实全国哦，每个地方很多岗位上，每一个都是在都很努力。你要叫打个保定，你要叫打个保定，跟陈市长赶快速速走，喏，你速速走啊！来，那就来来讲这个武生啦，预算哦，预算。咱起码经济部也是，都是部会哦，相关部会啦。包括文化部啊，创一个或者振兴券，我靠，不啥啥了。振兴券，搁一个抵扣券，搁一个抵用券，吼、哦，会啥啥？你知影无？你了解无？你小解说一下，啥是振兴券？啥是折扣券？啥是抵用券？你知影无？迄、那个委员是安尼啦，我讲一个原则啦，就是讲。击败，所以你受冲击。部长来帮忙讲可以，部长帮忙讲可以。来，你先讲，你先讲，我讲。好，就是讲，没有这样受冲击的产业，咱借着鼓励的方式，是啊，鼓励消费，啊，这个消费是诱引式的，就是以前为这个咱夜市诶抵用券的这个观念，啊，要修正啊这个做法，啊。我来甲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讲咱过去吼，伫这个去住宿的时正当吼，啊，咱要来鼓励讲啊，大家去住宿了，先煞阁行出来夜市啊消费啊，所以讲夜市抵用券。我刚刚在哈，我问你几个具体问题，等一下，问你几个具体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在别的地方消费？我台北市，比如在台北市消费，啊，去新北市、去桃园市先这样消费。加游泳券200块，是不是呢？问一个一个小问题，问是不是？是不是？请问是不是？今嘛可是咧讲，是不是？你回答我是不是？因为这个代志，这个抵用，这个哈，这个伫拜师，迄个公证还没确定。院长，公证委在规划了，甲院长，朱院长，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你们的规划是要异地消费。我爱走去桃园消费，我爱走去新北市消费，我爱走去别位去大饭店，加油有这200块，包括夜市，包括商圈，包括餐厅，包括艺术表演，都是异地，否则用不到200块。因为委员，你今天在讲的是讲，你听到好像往这方面规划，要不啦，要不定案啦。啊！你定啊！你有先讲一下，无你无咯。即个就是咱啊预算吼，规个咱即马就是要安怎样出去消费，啊有各种意见都出来。不是这样子。这一次通过的法案，老实讲是给你们很大的权力啊，你们可以先斩后奏，而且这个时间是从今年的1月中一直到明年，有一年半的时间。你们只要有需要，你们就用，有需要就用，用完了再来报告。所以老实讲，跟立法院哦，所以我们有委员迫不及待的写，你讲啊，立法院等于没得信嘛，因为你，而且你们部会可以留用啊，排除预算法62条，排除预算法63条，部会之间可以留用，经济部用不完的，教育部通用，教育部用不完的，文化部通用，是这样子啊。这个法律是这样定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你不能跟我们讲说啊，看立法。
法院决定了安怎，不是这样子哦，院长，你是院长，你要决定的，这个话啊，尽快把它定下来。哎呀，就所以我讲讲委员，你头先在讲啊，只有到异地上，无啦，无安尼会定啦，所以我只是在跟你说明说，还不是照你说的那样啦。那我台北市，我是台北市民，现在我可以不可以在台北市消费要两用，可不可以？委员这个指教很重要，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只要能达到我们讲的这个目的，我觉得不要去限制比较好。对嘛，当然就是不要。现在各部位，我开200块，我都塞车用油钱，搁塞个桶，对不对？塞个吹蒸汽盆，哦，阿他你开200块。哎，唔拿200块去吹，唔拿200块咧。对啦。啊，了嗰个了钱，啊，赚你200块，有利啦。对唔对？对。有利无？有利。所以唔好去异地啦。好。哦，台北啊，你要看表演，对不对？当高丽出来消费。哎，高丽出来消费，对不对？好。尽量卖去讲麻烦。卖干嘛？创个煞，好易变歹易啦。价钱较贵的卖人咧吼。对，好易变歹易啦！你讲啥呢？我讲想好易变歹易啦。对啦对。因为大家想我，我来看一个蒸汽盆，结果我车钱开300，啊我赚200，啊多了100，对不对？是快引导啊，啥喏？啊无我嘛免去看伊啊，是不是咧？吼，所以确定不要异地才给，对不对？当地可以给，好，这很重要。第二个。什么时候实施？当什么时阵开始用这200块？西洋拢总800。西洋你知无？夜市啦、啊、商圈啦、啊、餐厅啦、啊，又表演一张一项，你就分200块安尼。我们的办法两个内。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两个礼拜内。我得跟讲哦，叫相关执法。两个礼拜内都拢没有出来，他相关的要作业，所以今天已经3号了哈，17号开始实施上路，安尼哦，你是行动派的哦，对啦，因若做不到，你要该修理哦，会使哦，好，确定17号，除了你讲的，卖安尼麻烦啦，卖麻烦，啊免砍卖收济啦，对，鼓励尽量啊，搁另外一项哦，有诶物件。进爱有站，就是讲进防疫上先嘛吼，啊，这生意真歹，啊，会当看安怎有刺激消费。对，好，啊，我请问你哦，院长，你有用台湾配无？无，无吼，我是用另外配啦，我有用电子支付的啦吼。啊，你都像你安尼头脑这好诶，工作这大，你都无用台湾配。我请问部长有没有台湾配？嘛无时间啊，没有用啊！主席长有没有台湾配？有没有？有。财政部长有没有台湾配？官员报告有，我现在都是在用台湾。用台湾配哦，保定，我跟你讲是讲哦，这200块是用了有够麻烦，因为你即摆阁印呢，一人一张，啊，摕一张来换，啊，若无，我们现在在规划用台湾配买啥哩咧？啊，像你都无用啊！你200块了。叫我甲委员报告。对啊，部长嘛无用。无，我是有请啊，我无用。啊，你嘛无用。无用，嘿，安尼。所以你200块无用。唔是啊，佮无时间啊。哦，无时间。最近嘛拢在补口罩啊。是啦，好啦，这我了解啦，你部长拢免用啦。啊，你干脆部长收收起来，部长200块收收起来，拢管出来，对不对？哦，我有下架嘞，200块下架嘞，嘿，对不对？所以这个确定了，哇，这个很重要啊！院长跟你报告，立法院呢、啊，我的眷顾啊 ，SARS 条例，那时候行政院长叫做游锡堃，今嘛新冠的疫情，院长叫苏贞昌，可是都有共同点，立法院有够紧，咱十几天就通过啊。而且这次通过的几乎就是把整个600亿通交给你，有你要留用买啥，你安那拢会啥哩安尼啦，吼。我们希望行政院动作快一点，较紧的，大家吓个，真可怜呐，吼。迄旅游业、航空业、五星级一直来啦，
五星价是落后指标哦，我很担心这未来失业率会提高，我这个都是落后指标。不，这个五星指标啊，你讲。我同意你头先讲的，爱愈紧愈好。啊，愈紧愈好。啊嘛，感谢贵院哦，快速通过，真感谢。啊，我一定尽快来做。啊，干哪一人？无薪假已经过时了，即马唔是叫做无薪假，即马无迄落无薪假啦。即马一定爱，袂使低于基本工资啊，爱劳资双方协议，期限不能长于三个月，若要阁超过，爱阁协商。即马有安尼个门槛。所以即马讲，即马讲个，哎，叫他回去，老板。老板你要付钱。举例啦吼，像讲委员，哪讲你是被受雇诶雇用者，啊老板突然间叫你等于无薪假，即马未使啊啦。未使。即马未使啊。老板付钱给我。诶，即马有一定的规定啊。啊，这样很奇怪啊。所以未使无薪啊啦。被隔离啊，你想想就不好了。这先不讲哈。请问你，我们现在口罩政策改变没有？口罩政策，专家讲哦，讲健康的人疫情讲唔能戴口罩，现在说也要戴口罩哦，这个有没有改变？对，口罩政策一直都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让全民口罩不会乱，然后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口罩给需要的人。所以，专家说健康的人也要戴口罩，希望你更好。不，来，专家，来，始终不断攻击。专家哦，阿你讲。不是健康的人整天都戴口罩，阿伯你今都无戴口罩。无啊，今麦伫家，所以不用戴啊。是啦，都去阿尼也是唔免戴口罩。啊，你搁算搁这，那生病的人，哈、哦，爱戴口罩，有状况的人啊，甚至于摸出来，要去医院，这个人呐、啊，场所啦，啊是讲密闭的空间，长时间，哈、哦，这爱戴口罩。今麦有专家讲全球爆发，所以。健康的人不戴口罩，这个要改。部长，你讲解，还改不？基本上大方向是没有变的哈。那主要是一个处所跟他一个密接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情况来判定你需要不需要戴口罩。好，所以基本上健康的人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是没有必要来戴。但是比如说密切的集会、飞机、地区，好，都需要戴。院长跟部长就是讲。那个专家讲错了，我不要点名了哈。公怀博讲，确实有讲。公怀博赶快的聊啦。那个确实有讲说，现在不一样的，全世界几十个国家，这个疫情一直上升。当然台湾这个时钟部长做得很好，所以修了今后但是那个专家说，现在要改变了，健康的人也要戴口罩。咱条件哦加严啦，不过总体这个政策没有变，这个你还是要顺时钟比较好。好啦，好，顺时钟啦，顺时钟啊。所以我健康，我戴口罩嘛，不要紧啦吼。你当然你那边，你那边。好，我们主机长啊，昨天在啦，主机长啊，伊之前甲我讲一句吼，经典中的经典呐、啊，主机长我叫朱哲敏呐、啊。姓朱名哲敏，一共是股哦。纾困条例通过以后，经济成长率提高哦，吼、哦，提高哎。如果这样子的话，啊，大家嘛来个纾困，经济成长率 GDP 也减加0.08%，哦，这里赞呢。你是根据什么，部长？这个来，朱局长。我是说有这个措施会成长，如果没有这个措施，因为我们上一次公布说它的经济会降低0.35%，但是有这个措施，我们可以减缓它降低的速度。所以它还是降低啦，所以你要讲清楚。但是标题都不是哦，院长你看好哦，我是做眼睛你看哦。谢谢我对他，我对朱德敏啊，虽然说他糊里糊里的哈，但是他讲的话我都很注意哦。哦，我看起来，哦，这赞，你讲哦，纾困条例来了到底，经济生产力成长，啊，你打工吗？经济要刺激经济都纾困条例的话，委员，那莫去有故意人啦，人伊讲。人伊讲是完，唔是啦，人伊讲是完整的，我唔是讲你哦，是讲唔知啥人去甲加断章取义，只取中间一段，啊，人伊有头前后壁，安尼甲母安尼啊变作伊讲的，安尼把去头去尾，不好。连着不，中午
是《保中时报》逐部拢写 ，ET 土地嘛拢写呢，都朱泽民点两点，纾困条例让经济成长增加0.08%，嘿，大家每天拢安尼写。啊你、哦！你专家，你看伊头拄仔讲，那规个完整来讲，人伊讲安尼无唔对啊！啊你啦，头前后边甲去掉，村中一转，感觉怪怪。好，谢谢。报员会上午质询到。